看个卫星，白痴，他要去乱炸东西，你拿骂嘞，我一定要阻止他。哇哇哇，不太妥！哇，恐怖攻击啊，这是。怎么办？快去救他们！哇，白痴！哎，我回来干嘛？这个可以拿吗？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制，还是可以拿的啊？我可以从上面过去，是不是？啊！对啊，这有个按钮，我先上去看看。这时间过这么快，真的是……我可以，我不能弄那个石头。断了时间的钟。哦，哦，我这该干嘛啊？可以出去。我需要那个胖普跟这把剑。这边又可以过去。哇，这边有一个女的，在这边撑着小伞，吹着口哨。她看不到我。安安，你要谁哟？我下水哦！你可以借我你的雨伞吗？他想要那个东西，我过不去，我需要雨伞才过得去，不然身为一个机械，我会死掉。我怎么把？哦，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游戏。等一下，我要订麦当劳聊事哦。没。
白痴欸，这怎么玩啊？我刚好像，我现在要知道了，等一下。给点牡蛎，各位。白痴，我差点就成功了。哎，白痴，差点就成功了。很简单的嘛，各位。哎，我把它反过来了，然后嘞。然后嘞。啊，它这个。它就会喷水而已啊！感觉这是还没有破完吧？而且我推不开这个东西。啊！哎呦，大乳牙！我还以为可以爬上去了。这个地方感觉也有东西，哎，我先回去拿通乐好了。他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同学，你可以走了，你知道吗？同学，
白痴。啊！我从这个房间，我要怎么？气死！我刚刚看到一个，这里啊，就是这里。呼！不，通马桶的东西，你就这样把它吃掉。他吃我的手，不拿这个烤拉头是不是？我应该是要吸掉那只老鼠过来，然后救这只老鼠。这个门可以吗？哦，他刚刚那边有一个，那边有一个时钟，我再去看一次，那个时钟是几点？4:45，你们这样都记得得，不要，我要自己去看一次。自己享受这个游戏，我才不要被你们这些人误导。等一下跟我说，其实根本不是4:45。切，我去看。哼，你干真的是4:45。好，你们好棒，好棒。他没有，我以为会有16:10，赶着按最多下欸。好，我现在就偏不按，不让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去，中啦！玩这个红色按钮就是会发生这件事情。VO 还有。
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来哦，准备要按咯。来咯。哎，靠北，就只是开个门而已哦，林老师嘞。我靠！不是，我要干嘛？我是要把全部的什么转到哪一个方向啊？应该转到下面这一圈，对不对？因为，哎，不对，这个也可以转啊。白痴！我他妈的，我一定很快播给你们看。不是哦，我现在不知道我到底要转成怎样。把绿色放进去中间三角形，像这样子吗？放进中间三角形，啊？哪里有大的三角形？这个哦哦哦，好，我懂了。不知道这游戏还可不可以退费？
差一个，我只要把这个跟这个调换就好了。那我要如何把这个跟这个调换呢？拜托，爸，你们玻璃心碎了，慢慢解好不好？欸，他刚给我。